像在解释另外一个区别。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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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龙辉酒店？不是不是，波子街。波子街就是这里的道西，你看都烟冒烟。台湾没有这个。是吗？台湾有。台湾没吗？台湾有，少而已。不是流行的雷口罩。不流行的雷口罩，大的。大的他也敢。来，明哥，你看这种大的杨梅哦，杨梅。